这个应该是尾声了吧，最后一段了，希望。哦，打那种丧尸，走船的，走船的，不用。卡洛斯一个人下地下室了。四五个白头，这么爽、啊。K 炸药 B， 这么刺激。这儿有东西吗？这颗雷也是祖传的，雷是留给追追的。哦，这个不是红蓝那个电池组吗？从克莱尔这儿偷来的。叉车头上有娃娃，我看看哪儿呢？这好像是货车，叉车头上。感谢提醒。医院，这个医院地下也是二代一样的秘密制药工厂。这个三代直接把那啥医院钟楼啊，医院没阉割，医院扩大了，把钟楼和那个啥，因为他觉得这个医院好不容易做了，那这个场景得反复利用了，所以他让卡洛斯跑一遍，吉尔再跑一遍。做就做了，那就对吧，不要浪费，所以医院变大了。地下好屌、啊、这个莱肯市作为一个中型小镇，妈的真钱多，钱真有点多。走哪儿？走这个？两个母巢，是的。看看地图来看，是并不大。没有开锁工具，它是怎么下去的呢？你问的问题不错哦。是一周目啊，我喜欢这个地方。重启发电机。哦呦，最后一个包包。嗯，一共四个包包。这罐炸药 B AAA BB 火焰弹，硫酸弹咱们还没做过呢。既然包那么大，我觉得可以把沙鹰拿出来，万一呢，对吧？万一没有硫酸弹，有硫酸弹哦，我现在就可以做一个给你看看。仓库有两只白头是吗？堵了。还有槽，
点它行吗？不行，是个玻璃的。没想到吧，我又回来了。晚上好。做爆破，弹药粉 A 比较多，感觉。会做无伤的当然不会做了，我什么时候做过无伤视频？光，尼古拉好像也没说话，感觉是这个最终 BOSS 一样站在窗前，监视着一切。这个仓库怎么那么大？升降机操作杆，有录播吗？有。哎呦我操！他这视角啊！ I must admit, I respect your tenacity, but I'm afraid our games end here. You think this is over? 啊，就这个是吧？他就在上面看着，那么好玩啊。想想一石二鸟好像不行，但好像可以，好像不行。燃烧可能对那个好用一点。三个保险丝，恢复，寻找保险丝要三个。我操，这个仓库怎么复杂地形？我操！那边能过去吗？还是上这个？但上这个好像没什么用。不小心的，
一定要把这个区域全部探完了，然后再去，不然的话，整个地图永远都不会变蓝，是吧？这个看上去堵住了，应该没东西。这里是不是都弹干净了？有散弹配件，是吗？我知道没走错来着。有红草，还好刚才忍住没吃绿草。草，去，永远都不会变蓝的。这个会拉一下，会怎样？不知道，拉拉看。啊，这个降下来，上这儿呢？这个二楼有啥？一个小房间。散弹子弹渐渐有点吃紧。员工备忘录，未受感染，这呢都没什么用的。这感觉往前走才是正道。哦，往前走是那个，是这个房间，太好了。不过好像也没什么东西要存的样子。我可以存个档，没，虽然没什么东西要存，但是可以存个档，存个档，我觉得 OK。没毛病。小心驶得万年船。闪光啊。暂时。算了吧。散弹配件，哇，这个房间还没有摸干净，这要什么时候才能摸干净？这个梯子，哦，不对，这个就是我刚才挤过去的地方吗？拉上去，升上去看看。啊，不过刚才这个房间好像，哦操，散弹枪子弹散发，什么鬼？这个房间，小房间还没去过。我先下去。哎，好像不需要下去。这就是，这没错啊，这就是挤过去的地方。这我可以从这儿出来吗？不一定非要跑那楼梯。然后这儿有散弹，啊，还真有。瞎子，都是瞎子，没看见。然后呢？这儿又是，这又是哪儿？阿宝你好呀，阿宝。火药。Oh shit！ 还好我存档。
fuck you！ 那一枪没打出硬直，他低头瞬移那一枪没打出硬直，被秒杀了。No, Jill. 不是喷到头的话就死了，刚才。我试试看，喷子是不是也可以骗子弹？这个是可以提升装填速度，那应该骗不了子弹。对，第一下硬直，第二下没。刚才我就是第二下没打到他头，所以他还没出硬直，而且把我给干掉了。这什么地方？我靠！shit， 这个还真是迷宫。那我还是按照刚才的 plan， 先去这个房间，把那个门开一下。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下去是啥。一会儿前一会儿后的，真灵活，马哥。那就这样，前两发当假装没看见。第一枪打破壳，第二枪打到弱点就死了。但是第二枪还挺难打到那个弱点，他会下意识往前瞬移一个垫步。Hunter 这次这个动作好强的。下面有第二个保险丝，还派了一个 hunter 守住。这是标准难度，很普通的那种。第三个保险丝不知道在哪儿呢，这个既然路过了，我就把那个小火药给放回去吧。谁老是给我发那个微信？刚才不应该把那小火药放掉，现在不是很尴尬吗？
啥玩意儿？那就这儿。咣！我也觉得不像是这么简单的样子。哇哦！这下应该清了。Oh my god！ 居然还没有。这是 normal 普通难度出体验。我靠，这个我不想喝，我想喝马格南。这个组合吧，这个人想做一下实验，他会骗到子弹，要出事了。看看能不能骗到子弹，只是一个试验啊，骗不到子弹。这也清了，然后最后一个保险丝了，那装到哪儿去了？这是个问题。最后还是没有全部探索完。对，我知道是加速上弹。好，来了，手枪没必要两发，二层有个角落有几发手枪子弹，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角落。嗯，这个实在太恶心了。对，冲锋枪那个弹夹我骗到了。地图最北面，这儿，保险丝盒，升降机操作杆，我们来存个档吧，过去放三个那个。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地图已经全探完了，但是还没有变绿。保险丝装在哪儿了？监控室，保险丝盒就在那旁边。啊，就是，哦，就那个降下去是散弹配件那儿啊，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那我去看看哦。就这儿呗。Oh shit！ 这尼玛的 ，Oh 爽，真爽到。嗯，现在的问题是保险丝盒在哪？我这个要装到哪去？操作杆，操作杆，打字机，就那个地方跳下去吧，就那个地方跳下去的保险丝。
对啊，是那个地方。啊，在楼上打是吗？哎，操！这你妈的！两发爆炸榴弹，红黄了。尼古兰脚下 ，Oh shit， 还真是。其实不装直接走人也可以哦。唉，清丧尸群的话 ，DA 枪以前也挺好用，就是以前经常会炸到自己。那个延迟爆炸有点恶心。尼古拉发现，操！他跑了。哇，加长枪管，这样的话马格南就占两格喽。哎，还是一格，那么帅。检查，减少后坐力，增加杀伤力。你看，马格南子弹，你一定要捡到强化威力的配件再用，这样划算。一发顶两发，当然我随便乱说。你要直接前面用掉的话，那不是亏了，是不是？火药好多。祖传的马格南子弹，要不要带点？带这个吧。然后草药可以带一个。这样，这个配置我觉得 OK 了。爽，这个地方探完了，爽的。啊，是吗？再往前追打 boss 了。是的，是九老师在狂敲键盘。是吗？那我东西都带上了，我东西都带上了。还没呀，操！你们不要这样。搞得人心惶惶。嗯？那怎么办？他走了。看一下这个。先填写完的，哦，这是他的这个尼古拉作业没做完，他就走了。有零星骚动，二是非常强悍的丧尸群，警官在20分钟被全灭，把一群丧尸带到校园内，丧尸含丧尸犬，2小时内到达60%是无幸存者，和米凯尔会合，小规模冲突，7名幸存，不明生物。狩猎生物武器 BOW， 2名 stats， 易受感染和一名女性生物武器就是追啊 ，MV 小队是吗 ？Jill Valentine， Mikhail 应该是 ，Victor，MV 是 Mikhail Victor。
JV 是 Jill Valentine。他似乎非常执着要歼灭 JV， 对城市地形了如指掌。发生突变 ，JV 被感染，按照命令采集样本，感染推过了17小时，突变速度缓慢，已经有抗体。Carlos 对他植入疫苗，而 JV 恢复后还可战斗。N 计划就是 Nemesis。复仇女神计划。哦，剧情了。Tyrell， 黑哥要死了，感觉。I got through. They're willing to negotiate. Ah. 黑哥还没变异。They'll call off the strike if.And this is one big ass if. We can deliver the vaccine to them before they launch. How long do we have? Hours, maybe. Then let's not waste one more second. This way. 大天使泰瑞尔，凯恩德。We'll find the vaccine up ahead. 原版就是厄帕被。你过来干掉了，在医院疗养。不是，其实你跑两步，你这怎么回事 ？Sure, you don't need to stop. Stop and do what? I got your back. All right, let's get this done. 悄咪咪的。哇，小手枪还行。泰瑞尔要便当了。他为什么只穿？泰瑞尔说你不是要杀吉尔吗？为什么穿我啊？我好惨。降的也太快了吧！一般这种门就滴滴滴。是泰瑞好惨。追追说：“你破坏了我跟吉尔的两人世界。”打了个喷嚏，我刚才从哪里来的？哦，这儿吧。需要一个什么死人的手，我来按一下，割一个。母巢怎么又是母巢？你们小心被传播病毒。看直播戴口罩。二号牧场，我操你妈，搞俩牧场，我这个牧场地图不大，我觉得可以接受。不过它好像只是一层，哇，二层还那么大一片，哎呦，还不过还要逼一层，还逼二层，啊，不过这种都就一个地图，一个场景，就是个大场景。好，抹干净了，抹干净了，咱们。喷子子弹好像不多了，还是和马格南吧，马格南要不和了。我想一下，先放进去吧。
最后战之前想好了再合成，别合成了马格南等会喷子不够了是吧。开路主要还是喷子，而且喷子子弹也有的减。操，这个地方别起来哦，还真起来了。给的薪水很高，福利也不赖，承诺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一直搬到了浣熊市，太病态，我要公诸于世。喂给其中一个维塔，生吃活人，谁叫他们拳头硬。那是你把后面几十年的钱都赚了，那可不就命短吗？哎，这个地方看上去是一个好可以绕来绕去的。还有，堵住了，不能绕。疫苗、抗原和佐剂，基础疫苗，教你怎么做。有东西没摸到，到底是什么？是的，大企业。哦，合成疫苗。行吧。Synthesis? I have to make it myself? 废话，你看研究员不都那样了？你还指望谁给你做疫苗？阳台有娃娃，我看看，哪儿呢？要找那个病源和佐剂，对吧？这房间一直是那啥红的，有点难受。Override key successfully generated. Master key. Master key. Override key removed. 啊，好吧，不是，是个U盘。虽然是安全的，但是我一直没找到他那个，这个为什么一直没有变红？往左是一号实验室，但堵住了，那怎么办？不打娃娃没什么坏处。这是一个收集品，关系到奖杯而已。安全系统锁住了门，难道可以用这个开？滴，哇哦，那么屌！我操，这个房间我觉得不太对。啊，是，还真是。
这个裸上为什么那么硬？感觉那个丧尸身上浪费了好多子弹。这个麦林上弹变那么快啊？不对，那散弹上弹变那么快了，还是直接裸上好。CD 局 JFKRC。枪吗？还真是，麦林牛逼啊！象征性的给了两发喷子子弹。好，抹干净了。这房间打得真的有点血亏。武器授权，非常再强大的再生能力，苍白头颅，白头，再生速度惊人，高火力武器。哎，好，你装死了，我们先不理他。An antigen sample. I'll definitely need this. 里面还有件，操，这让我有点尴尬。好，抹干净了，走人。有娃娃，好，多谢提醒，我来再摸一个。为什么娃娃完全看不见？都藏得好骚。啊？有吗？没有呀，是这个吗？这不是，这是个死人。
操，这娃娃！你们确定？没看到。这儿吗？没有声音就是没了，我操！什么鬼？这家伙怎么又活了？瞄半天，可别打空，吓人！我操，这到底有几个在身？嗯，老哥，你藏了什么好东西没？一份文件。T 病毒治疗，佐剂样本保卫在孵化实验室。Marcus， 还没搜刮干净。这儿，我操，藏了三发硫酸，这下完蛋，全部塞满了。吃个药，等会儿。This must be what powers it. What?是吗？硫酸弹。启动备用电源，我没启动啊，我只是摸了一看了一眼。两发硫酸都是给你剩好的是吗？我觉得这个黄血的话还是吃一个药比较好。三个贝塔，贝塔的话，贝塔的话好像啊，贝塔的话确实是硫酸好的。什么药？哎呦，这是啥？不知道是啥，但是我只想，这是啥？火焰弹。这个组合了，怎么一个都没出来？这个
好绕，这个我怎么又到这儿来了？这又是哪？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层。操，这个也太爽了吧！早知道应该首先，真亏。祖传的手雷，塞进去。这个火焰弹打这个爆炸头真的是血亏。哎呀，两发 B 应该组硫酸，算了，既然都组了火焰了。实验室，这就是啊，表达关切。T 病毒，纳桑尼尔巴德。哎呀，哎呀，哎呀！亏死！炸药 A， 炸药 B， 合成是火焰弹。这你妈给的真是难受。哦。An adjuvant sample. These are combined with antigens to increase immune system response. 刚好，这样哥又多一个出来。好，磨干净了，就差那个。做疫苗设备了是吗？啊，疫苗可以喝。我靠，这吉尔是怎么徒手空手把它合成的？就这个倒一下，倒一下就倒出来了是吗？有点厉害。哎，这个雷有点可惜，刚才那个地方应该扔雷。准备好这个 Hunter， 硫酸弹，后边还可以组。大战来了，沙鹰应该用不上，沙鹰就专打那个再生怪就好了。喷子，
好好好。黄科学还是有点危险的，刚才我现在药还够。那现在应该往哪儿走来着？原路返回吗？别，这儿他再生怪又复活了，这躺了一地再生怪。Boss 战喽！我操，这个老哥！赶紧存一下。想想啊，先重置一下，然后把马格兰子弹拿出来，然后把火焰弹拿出来，然后把 AB 拿至少一组吧。然后高级火药，哎，好，把原子弹先放回去。这点安全物是真的多，这一点我很赞同你的意见。好，喷子子弹再拿点，马格兰子弹还可以合一组，炸药 AABB 还可以合好多火焰弹，但是再合一组的话硫酸弹就合不出来了，所以合哪一种我们到时候再看。喷雾，这个雷，这个样子，再拿一个绿草出来。子弹补给还是很多的，火药还有好多，这样和一份手枪子弹吧。好，最后一段，手枪到最后都要用，是吗？地狱难度啊，我还早嘞。 low low low， 啊，我干了什么？解密成功了吗？ yes， 滋，哇哦，这个有点帅。大家记住了吗 ？Mid high low， 自己会心一笑。哎呦操！哎呦喂喂，触手来找你！这样会戳到喉咙的吧？
怎么就给我弄黄了？卧槽，用铁拳，正义的铁拳，爬到这儿也是被捞，爬到那儿也是被捞。提示，手枪很有用。你的榴弹拿出来崩他一发呀，背在背上看看。哇，生化兵器之间的对抗，吉尔拖着追踪者走，厉害。火灾的时候不要随便用电梯，大家注意。操，这补给。那我刚才为什么存档？都他妈拿不下了。墙上有文件。强溶解剂，强效溶剂，那是致敬原来那个废弃物工厂战斗。哦，好吧，但是我没有拿到那个成就，哎，是不是说明我漏了什么东西了？哎，拿个原子弹是吗？再喝一份麦林子弹，好了，要多带一点。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全用榴弹大，这个我觉得不用放，带点药吧。麻烦他再不用就没用了。带三个雷，喷子子弹也可以合成两份来着。AABB 地雷弹，操，地雷弹应该没用了，再带种药。还有啥？都齐了好像。手枪子弹带上，外面还有火焰弹。手枪子弹带不带呢？晚安。我们放三发。万一后面有捡到了，带一组爆破弹，换着打打，显得绚丽一点，是不是？然后手枪子弹我就可以存了，手枪。好了，这样。然后这把枪，快捷键放到右边。好，好，可以了。
走。二楼，一楼 ，B 一，我的 B 一中间这个大环原来是不用去的吗？哎，哎，这我没去吗？好像去了呀，好像没去。B 二，还没去这些地方，把录像断一下。